黄海之滨，鸭绿江畔，红色英雄城市丹东孕育了一所国境线上的美丽大学——辽东学院。辽东学院办学发任于1912年私立安东三育国民高等学校。高等教育始于1948年安东省立农业专科学校，陆续由丹东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13所院校调整合并。长期的办学历史赋予了学校丰厚的底蕴，综合性、应用型、国际化是学校不变的追求。学校理、工、农、医、艺齐全，文教经管互补，多学科在交叉融合中创新发展。农技类、师范类、纺织类、财经类、医护类等传统专业优势明显。辽东学院秉持特色鲜明的地方应用型大学建设方向，坚定不移走差异化错位发展之路，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是一个红色辽东，立德树人，底色鲜亮。早在1950年，农专师生积极拥军的实际行动，成为辽东学院人传承红色基因的源头。进入新时代，学校组织开展千名大学生寻访抗美援朝老战士社会实践活动，实施传承抗美援朝精神七个一工程，开发全国首门抗美援朝精神课程。全校师生人人都做红色基因的传承者，人人都做新时代的奋斗者。这是一个缤纷辽东，青春出彩，全面发展。美林深秋，银杏林中的大雪经风理霜，满树的金黄在清晨阳光映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校园内便流光溢彩，灿若披锦。以银杏科技文化节为品牌代表的校园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学校开展了以弘扬创新创业精神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实现了双创教育的全覆盖。学校社团活动丰富，学生参与面广，让学生的才华和兴趣得到充分发挥。这是一个梦想辽东，铸炼大才，重任堪当。学校聚力打通高职、应用型本科教育乃至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衔接渠道，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普通教育的协调发展，本科教育生源来自高中、高职、成人、留学生等，搭建起人才成长的立交桥。历史天然形成的多学科优势，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拓展和创新创业培养，有利于科学研究创新合作和特色学科打造。九月，辽东学院在鸭绿江畔等着踌躇满志的你，山海江田，灵秀丹东，将承载着你青春的梦想。明德笃学、建履维新的校训精神，给你一双隐形的翅膀，助力你以青春之我谱写更加出彩的青春华章。九月，梦想在鸭绿江畔绽放。辽东学院，我来了。辽东学院，马卡里比亚。辽东学院，我来了。辽东学院，je suis là。辽东学院，我来了。侬个情感没在。辽东学院，我来了。侬宽的那么多。
辽东学院我来了。什么学期？我们来看电视剧。你说什么？我们来看电视剧。你说什么？我们来看电视剧。We are here。大家好，这里是辽东学院的国际教育学院。现在我们来到了留学生公寓，快随我们的脚步一起来参观一下吧。这是我们的教室，我们现在看一下，这里我们常常在这里上课啊，然后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教室怎么样。这是一楼，我们的一楼有教室，有办公室，有厨房，也有卫生间。好，现在是我来看一下二楼到四楼。二楼到四楼呢是我们的宿舍。这是我们的宿舍，一个宿舍两个人。这是我们的健身房，你来吧。我们常常在这里锻炼身体。这里是我们化活动室。这是我们做的伤包。这是我画的中国画。您好，欢迎来到中国联通，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我需要办电话卡。好，您请坐。您是第一次在中国办理中国联通手机卡吗？是的。好，请出示你的护照。你看一下镜头。好，拍照完毕。下面我为你讲解一下关于手机卡的资费。中国联通手机卡校园卡的资费每个月是26元，然后套餐内包含160个 G 校内流量，60个 G 的全国流量，还有200分钟的免费通话时长，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使用。接听是免费的，超出时长每分钟是0.15元。现在我为您办理。好，请您签字。
是拿的那个钱就行。您的手机卡已办理成功，这是您的手机号码。好，我很高兴，很快啊，我以为需要很长时间。您可以下载中国联通手机营业厅，使用本机的号码进行注册。嗯，登录以后可以看到手机上面有详细的套餐。好。您可以使用这个 APP 进行订购相关的业务，缴纳话费。嗯，太好了。可以随时随地的查看套餐的详细情况。啊，非常方便。对对对对，我就发现。谢谢。不客气。哈哈。我们现在去办入学手续。We are now going to the office for registration. 这是国际教育学院的办公室。Welcome to Eastern Liaoning University. Thank you so much. 欢迎大家来到辽东学院。那么放在大家面前的呢是咱们这个入学手续。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绿色的本子，是咱们学校的介绍，是英文版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对学校有一个了解。然后呢，这边有一个空的表格，这是我们辽东学院的入学申请表。那待会儿呢，我会帮大家一起填一下这个表。前面这个棕色的这个手册是咱们学生的留学生行为守则，大家要仔细读一读，要遵守学校的行为规范。啊，前面那个看到辽东学院关于新冠疫情的相关防控指南啊，因为现在疫情肆虐啊，防控意识不能松懈，大家也要好好看一下。还有来了辽东学院留学以后呢，按照咱们留学生的这个管理规定，每个人都需要有这个来华留学保险，到时候我会为大家办理这个留学生保险。Welcome to Eastern Liaoning University. Thank you so much. And this is our school's introduction and student's handbook. Wow. If you need any help, please ask me. Thank you so much. Welcome again. Thank you.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Okay. Thank you so much.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Bye-bye. Bye-bye.我最喜欢中国的饺子，我觉得中国的饺子特别好吃。
这里是我们的图书馆。我在中国，我在辽东学院，哈！